Hello， 小资 shake 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Boy Story。祝大家中秋节快乐！不能要吗？不能。我是选了一个打印，直接拿打印机。哇，恭喜你、哎、恭喜恭喜恭喜，小伙哥很有用啊，恭喜你，哼，恭喜你发财，好好选啊，我看一下我满不满意吧。黑熊龙一定会爱死的。这什么？这什么？你看我，你看这啊，这是不是打开发光的呀？哎，我也有这个，你也有这个，我也有。还有一个东西说，这是什么？应该不会被你换的。暑假了吧？666，你说了啊，无条件你要跟我换了啊。如果我喜欢的话，请我去给你用，不会太紧。无条件，不会太紧。不能要我了，不会太紧，不行，不会太紧。没你喜欢，不能要我了，不要我。不用，我想换就换，不想换就换。这是个袜子吗？啊，笔袋儿。好，帅啊！恭喜新龙。哎，跟你换吧，我无条件，来吧。没事，你用你用。不是无条件，无条件就换。不换。玩了几遍。不，因为小不是，主要是小雨说。反正都是我。不是，主要小雨说，龙哥你抽到什么，就是无条件跟你换是吧？确实啊。啊，水杯呀。没事。哇，黄梅你要开始养老了吗？要跟龙哥换吗？黄梅，龙龙有无条件交换不是吗？无条件交换你俩，快无条你俩无条件交换。那我意思我就拿齐哥刚刚那个。啥？拿什么？你要杯子吧？拿塑料那个。没跟他换。要杯子啊，那我还要杯子吧。下一个。啊，你刚不是说答应他无条件交换吗？没有，我瞎说。哦，像手链项链吧。我觉得应该是手链，应该是配饰。哦。应该手链，手链吧。这个不用了啊。项链这个太大了。哇，数量怎么这么大？现在先展示一下。不是你为什么不选这个最大的？你第一个。一个篮球框，知道吗？我跟狗狗换。我跟狗狗换。狗狗你摘下来。来。手链我没什么手链，我求你了。啊。条件。不，燕仔，贾涵宇要跟你换。哈哈哈！那我也跟你换。哎呀，那我也跟你换呢。对呀，最后要落在一对一手里啊。最后落在我手里。不对，最后还是落在狗妹手里。哎。不对，那我不换了。不是，那有 bug 啊，这游戏可以一直换。可以一直换。哦。现在这个手链变成我的了。暗情。这怎么还有戒指啊？上好好学习吧。把水杯给我们，那也换呀。好好学习吧。